发陈意涵2015年复合发型师男友，虽然中间一度又传分手，不过他为男方的发廊站台，以行动打破传言，至今复合一年，两人似乎越爱越稳定。上周五他们小两口被媒体直击约会，意涵穿着轻便压低帽檐，站在路边滑手机，好像在等什么人。不过多久男主角就出现啦，他们两勾肩搭配沿路放闪，看起来相当甜蜜。在餐厅用餐时，陈意涵也贴心帮男朋友夹菜，回家路上换男友帮忙提包，这对看起来真的 so sweet。